近日，媒体曝光了演员韩志善对花甲出租车司机施暴并被判处罚款和缓刑的事实。23号，所属公司接外的透露，去年9月，韩志善在江南附近与出租车司机 A 某发生争执后被警察调查，韩志善在派出所里也对警察施暴，因此韩志善因涉嫌暴力和妨碍执行公务等被法院判处500万韩元罚款和缓刑1年。韩志善曾出演电视剧《Man X Man》《黑骑士》等，目前正在出演 SBS 的电视剧《初次见面我爱你》，剧组方面还未公开其是否下车。非凡娱乐实时报道。